这是乱剪接一通，我讲的是股东间的纠纷，老百姓或者股东之间个人的纠纷，或者他怎么讲，不是我们政府来查。这是乱剪接一通，我讲的是股东间的纠纷，发言人自己都否认他的发言，而且已经采法律诉讼，那这个是由法院由执法机关去处理法律的问题，这个当老百姓或者股东之间个人的纠纷，或者他怎么讲，不是我们政府来查。